令人喜欢的手游来了，人气度非常高的《山海有妖兽》。都没掉啊吧？可以当切出呢。超级好耍的啊！那种游戏大家也很爱。每日修行是什么？鬼车耶！朱雀。我等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图鉴可以叫。你们会怕你们的伺服器不见，就是选一服。我刚才也是怕我的伺服器不见啊。这个是什么距离啊？等一下了，等一下了，还没讲完。你等一下，我都忘记我之前玩到哪里了呢。可是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的山海。好像也没改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里那只不见了。气死我了！那这样怎么讲？羁绊是什么？Like,